我就觉得今天骂我的人也不少了，我如果要这样告人哦，在法院可以排队，你知道吗？我是认为这样子的，他也没有讲他的必要了。馆长，那你说前天要去新北检视，他又告你？他又告我，就于天的事嘛，就他欠债的事嘛。那这件事情很简单，那检察官调于天去，事情就明朗了。哦，花花好小哦，对不对？我就反正他什么都告嘛，我就觉得今天骂我的人也不少了。我如果要这样告人哦，在法院可以排队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是觉得说，你如果今天要出来争辩事实，他也是在争辩事实。你有的下回做人有下回的料，对，他一担当就是要安尼，我告讲唔对，对啊，那就这样嘛，反正社会有支持他，有支持我们的嘛，那就这么简单嘛，社会以后自己去公断嘛，谁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？OK， 我就觉得今天骂我的人也不少了，我如果要这样告人哦，在法院可以排队，你知道吗？